对你没兴趣，就要给包租。钱那方面你不用担心啊，我有一份兼职可以介绍给你，到时候你不就有钱付房租了吗？你不是说他很紧张吗？所以他上网找资料，说游泳可以放松自己。眉飞色舞，每逢星期日晚间7点，八度空间要和你一起 jam。